唐伯虎的文章，俄军还是没忍住，掏出了苏联棺材本，封了几十年的 T-54 重返战场。有人说他们很快就要用上 T-34。这些个邪恶的团伙啊，穷的一逼，还天天嘚瑟，应该狠狠的打，知道吧？锤烂他们。其实是有视频的，咣叽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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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不铁棺材吗？上前运铁棺材，都是穷人家的孩子。都是穷人家的孩子被送到前线为这个粮粮殉葬，太邪恶了，懂吧？应该就是尽快援助新式武器，投降不就好了吗？开在那里插上个白旗就投降。可是太傻呀，被舆论宣传的都洗脑了，这些个韭菜啊，这些个耗材啊，不知道投降了。